这里是门口。看看门口是哪？竟然找不到门口，这个事情是很妙的地方呢。啊，门口在这啦，他妈的，这个有效吗？先来一杯咖啡，不然我受不了。还没开始啊，营业时间9:30，星期五六日8:00的早晨。今天礼拜一，礼拜一9:30，所以还有十分钟，还有十分钟啊，9:30才开啊。选择坐在靠窗这里，我没办法，因为就这里比较方便嘛。对啊，可是如果夏天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多人。对，我大概以前就知道了，就因为位置都很好嘛。对，但是你们看看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好像看不太到哈，对啊，看不太到。没关系，反正你就对着我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用手机来互动，就要玩还是不玩？到了。升级的黑咖啡，美式咖啡，然后再一个肉桂卷，应该的啦。
哇哦，他咖啡给的超满的，有没有？应该其实应该要七，就是八分就够了，他已经到九分满了。在这边爽的地方就是，它的肉味，哎呀，料藏在里面，不过只是外面一层而已，不过里面也有。说回来有点贵，加一个肉桂卷要75块，刚刚你来一个便当，哦，对。这里是我第一次出来吃早餐了，对，蛮新鲜的。可是坦白讲，刚刚这肉桂卷真的很甜，可能是因为肉桂的香味，但我觉得没那么甜吧。这是不是？其实有点冷，好热哦。好热，好热。然后是漂流木，不要乱。好。然后我发现了一间在海边的星巴克，就在那个地方。那海边的星巴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刚刚坐在那边喝了咖啡，吃了一个蛮甜的，对，蛮甜的肉桂卷，然后也有点油了。那确实，我可能早餐也可能刚好可能有，真的，一吃到就真的吃一口一口就有。
九十分啦，好不好？算优啦。如果今天准出太阳的话，100分了啦。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这样子，在产业的旁边，对不对？嗯，虽然它是连锁店的咖啡厅，但是比较依赖啦。重点就是，没有来过芙蓉海水浴场的人，可以看看这个房子，接下来也就 OK。它进入了那个东京的时候，其实是开放不用钱的，可以走过来，你不怕冷，不怕吹风就来，哈。对啊，夏天的话这边是要收门票的，对。那玩都在这里了，这个水域是玩 SUP 的，然后外面那边就是玩水的。但是我觉得外面玩水也不要走太远，因为到那底下有一些小石头、石头啦这样子，所以玩的时候要小心。好吧，好了，喜欢我影片，别忘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最后，影片要看完了，好，拜拜。